Hello, see you tomorrow. 呀、yeah, ，不想上班啦！呀呀呀，不想上班喽！这次是黑道大哥的讨债电话，那我们就直接去死啊！不接了，好不好？呜呼！哦，冰拉登打电话来了，喂，冰拉登哥哥，哇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款游戏叫做 Cheer Up， 椅子上。那看旁边这个人啊，这应该也是一个很欢乐的小游戏啊。我们直接开始吧。Don't be late， 他说我们不能迟到。我们现在要去上班是不是？我看一下怎么控制啊。哎，滑水，鸭子滑水。哇、哦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？这看起来像是一间办公室啊。哦，这边有电梯是不是？那我赶快滑进去。呦呦呦喂，好难控哦！转正，OK，very good，nice。第二关，他说累之我科，我们开始工作吧。那我要做什么工作嘞？我的工作是什么？滑椅子是不是？还是发呆啊 ？Hello，Hello， 呀呀，呀呀呀，呀呀，这里有，就他妈的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慢慢，哎，慢，哎，哎 ，Hello， 哎呦，睡啦、yeah. ，Hello，See you tomorrow， 呀、yeah, ，不想上班啦，呀呀呀，不想上班喽，老板，我来接电话，老板 ，Hello， 哇，这次是黑道大哥的讨债电话，那我们就直接去死啊，不接了，好不好？呜呼！哦，冰拉登打电话来了。喂，冰拉登哥哥。哇哦，哇哦，非常好啊！就这样没了。